谦。郡主怎么知道是我呀？寿康宫是什么地方？除了你，谁会这么没规矩啊？哎，你大晚上的你来做什么？那个，上次你偷偷出宫，受的伤，想必也不会去太医局请医证吧？这个是专治扭伤的药膏，你要不回头试试吧？参见太皇太后。